爱，让世界更美好。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大家阿弥陀佛，等一下我们色拉且尊贵的格西今天要为我们修超度法，念一下三十五佛超度法，一即一切啊，佛陀要我们把所有众生都当作母亲一样的精进啊，如果能够做到如此，那是最圆满。所以因为自己有父母，那你应该以对待自己父母的方法，真实平等无虚伪的去对待所有的生命啊！我想有这样子的一个助缘，也可以提醒我们自己修行的动机在哪里，不要去看不起别人，不要去利用别人啊！不要有分别心。这次色拉且大学知道我的母亲生病，他没有部分中小学，包括在菩提盖啊，他们都很尽力，然后呢，在做回向啊，所以因为有一点点世间的痛苦，可以让我们非常的尽力，所以也告诉我们不要活在快乐当中啊，因为变化无常，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身边，不断的在发生。所以不要贪求世间一点点快乐啊！你想喝杯茶，你想吃个好吃的，你想得到一点点的享受，买一部好车子，你想要有一个好房子，你想要别人对你好一点，那都是一种放逸啊！那这样以后呢，那就会有很大的障碍就来了啊！所以我们只能时时刻刻一直想着啊，如何超越我执烦恼，如何利益众生啊！因为帮助众生也能够净化自己，帮助众生也才能够成佛，所以如此的努力。所以我们感谢色拉且做我们很好的后盾啊，因为他们有3780位僧众啊，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从早到晚的精进啊，在读诵佛经啊，在研究佛法，在背经等等等等，所以要连续的，你要做一个格西，不读中小学的话，那18年到21年，啊，你才能够像他们三位坐在前面，成为一个格西，啊，那成为格西只是一种知识上的，那如何在修行上，所以他们必须跑到很多地方去面对世间的种种的变化无常，这样来体悟自己在理论上所得到的真理。那这里面当然也有还俗的，也有继续努力的啊。但是我想这个五浊恶世每个人要面对的都是一样，不分在家出家，只是我们在家人如果没有佛法的这种思想，那对面对痛苦，那你就会很痛苦，因为你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样的痛苦乃至生病。那至少我们研读佛法，痛苦来了，那你还有一个知识告诉你，这是一个我执，这是一个业障啊，这是自己不能没有调伏自心，所以才会造成这些的痛苦等等啊。至少我们在理论上可以知道啊，就像你今天钱不见了，那是因为你自己不小心，你不能怪别人啊。那我们了解佛法，除了现世，我们还相信有前世的种种的因缘，
所以才有今天的等等。我想学佛也不是像过我们坐在这边一起学佛，而是我们在这边听闻的佛法。早上我们湛勇法师我都有看脸书直播啊，所以现在八关斋戒啊很方便啊，只要法师传八关斋戒，那世界各地有缘的愿意受八关斋戒了，透过手机电脑他们也可以同享功德，一起受戒一样。所以我们湛勇法师苦口婆心呢讲了这些持戒的功德、人生的意义。我听诸位讲啊，那破病别行我唔知，破病我同有经验啦。啊，听个被细下来了啊。那我想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觉受啊，很好的觉受。那像我自己，我自己很少生病，我很少啊，小感冒流流鼻水，其他没有了啊。从小的一点病痛，出家以前都好了。但是我是之所以出家，是因为我妈妈的病。啊，我妈妈的这种病，那25年前啊，27年前是胰脏啊，医生说是胰脏癌。那个时候他说这个没办法开刀，这个很痛苦啊。我那个时候就学地藏王菩萨发心来修行，来就出家啊。我的母亲至少撑过来了。那这一次是第二次胆啊，因为我的妈妈从小啊，她也为了杀鸡要破肚子。要把胆拿出来，洗一洗，个洗好看，讲洗一洗，安尼才会食的啦。啊，所以他现在胆有问题，医生一给他检查，胆里面都是石头，啊，那现在开刀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胆拿掉，就不会痛，啊，但是连这个都不太容易啊，人家把它拿掉，最近也没办法开刀，时时刻刻因为。血压太低了，打了抗生素了，种种理由啊，只能观察啊。当然我是不希望开刀，但是又觉得我妈妈这一刀跑不掉啊，所以能够重业轻报就好一点了啊。但是呢，那这个时候什么忏悔啊，努力忏悔发愿。所以我也在想说，那我这一次我要发什么愿呢？啊，我能够替我的母亲。乃至这个愿成为对待所有众生平等的方法。那我想愿就是为了自己母亲，那你要把所有众生当父母，当父母亲的一样去对待啊，希望他们都离苦得乐，乃至成佛。我想这个就是最大的愿吧啊，真实的发菩提心，把我们从经典、从善知识听闻的教理，如实的用在生活上、生命上去对待其他的众生上面啊。一种真诚，一种老实，一种奉献。那为了要利益更多众生，我们要学格西这样，能够深入经藏，啊，背经辨经，那么甚至各种法门，我们都应该努力的学习，而不是说我喜欢那个，我喜欢这个，啊，对方是胆的病，你要医胆的方法；对方是脊椎的病，你要用脊椎的方法；对方是眼睛的毛病，对方是心理有问题，对方是贪嗔痴。所以法门无量誓愿学，所以我认为各位呢，不要浪费时间啊，一定要很精进啊，精进。当然，大部分在家精进修福报，但是还不够，要修智慧啊。所谓智慧，就是你能够超越，你能够超越这种身心病苦的痛苦啊。所以啊，特别你到医院，老人家这么多，他们生病了。但是呢，他没办法超越内心的痛苦，啊，因为他不能接受这个变化，来自呢爱别离苦等等等等，啊，所以我的妈妈这一点还好，反正她都点点点点，啊，她也没什么抱怨，反而这样我们就会担心，因为到底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啊，但是呢，她就是稳稳稳稳的，啊，看到我昨天特别跟她讲，我听。给你放鬼啊！一千只哦，那就笑嗨嗨。啊，色拉切格西，替你修法。昨天、今天，我们帮你打斋六顿饭哦。啊，一顿饭3700，我笑笑，可笑真欢喜。这个佛经讲了，你要将好代志给讲，哎，就真欢喜啊。代表他相信了，相信。以前伊拢个问我讲，啊，是开偌济？即摆问袂出来啊。啊，老母讲，啊，你是开偌济？
我袂使甲讲，讲个连咪起屁面啦。哇，开遐济啊！就是这两天一直给他放生啊，昨天四部车，今天四部车。不过讲到这个放生，我要感谢阿兴啊，阿兴啊，知道我叫八部鱼车，讲阿叔啊，你来救啊！如果老母咧破病，我替救啊！阿兴讲阿叔那边钱我包，哎呦啊！各位，哎，八部鱼车呢？如果一部四万块，包括车钱四八三十二万，我阿兄啊，你有赚钱就？伊讲无啦，我讲了恁老母，就想着阮老母啦。啊，所以那就是阿兄啊的善根呐、啊，所以我们随喜阿兄啊的孝顺啊，功德啊，这难得啊！一般人赚钱很难呐、啊，赚钱很难啊，他没有考虑到多少钱。啊，就赶快，因为我知道上回他妈妈生病，他也是叔，给阿爷车紧叫紧叫，啊，我安尼啊，你叫我叫我坐了上，无啦，替阮母啊绑，哎，你要叫几台拢免钱，哎，替他妈妈做啊，这一次呢，他要替我妈妈做啊，搞不好我们两个过去是兄弟嘞，一个咧救伊啊，一个就可以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这是一个很好的善根呢。啊，只想到别人，不要想到自己，好不好啊？各位不要再自私了，不要再自私。所以等一下我们大家要来供养色拉切啊，所以各位永远去想别人的需要，不要想自己需要啊。别人需要什么？国家需要什么？老人需要什么？二轨道需要什么？啊，千万不要想自己想要什么，好不好啊？啊，是需要，就像人家问你为什么要出家？为了你，你还没有解脱嘛？啊，为了众生，所以我需要出家，我需要受报关斋戒。啊，不要想自己，你一想自己就有障碍，就有烦恼。所读的、所了解的，都不是菩提心啊！一切为众生的大悲心，所有的成就，那才叫菩提心，才能够成佛。所以我们想的所有。但是我这样讲，我也不是告诉各位说，我们只护持色拉且，其他我们不要管，不能有这个想法、只要这个世界不分宗教、个人、团体、友情，他需要，我们都尽力就好了，我们都尽力啊，而不能给我们压力，但是尽力自然就有顺缘吧，啊，每个人都尽力，所以大家请翻到。僧宝是世间一切供养布施修福的无上福田，这一页有没有看见？各位广为宣传，好不好啊？广为宣传，各位爱看给博位啦，啊，碰到人哎，这张给你，所以等一下你拿多一点点啦。现在有一个大福田，让我们种福田啦，啊，你供养十块钱就可以供养3780位，所以我妈妈一生病那一天。我赶快供养10万块医疗基金，对不对？哦，医疗基金，而且供斋可以让妈妈身体有力，至少来世升天，现世福寿百年，来世升天嘛。啊，所以要趁妈妈还在的时候做功德，她得100%。妈妈一往生做功德，剩下1/7呢。啊，所以要努力的做各项的功德。所以各位，如果你有能够的话，一个月。500块打斋，啊，一个月500块供养医疗，啊，那这样呢，每年就可以护持10000元，这样最好。还是你要刚好你家里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啊，为父母或是为任何事情，你可以供养一天或一顿，早餐17000，午餐24000，晚餐22000多。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他们是全吃素啊，也没有葱蒜，在寺庙里面。那各位平常你在家里也放个福田箱，小小的啊，每天就供养供养，然后呢，一个月以后就护持在色拉且的账户，或是透过各中心，这样最圆满。然后呢，我现在各位啊，边准备一下你要做什么供养。不过我再问一下，今天愿意。做长期护持功德主，每个月500，或是每个月2个500、1000的，愿意做这样的护持，举手。哦，太好了，我们要找3780位，啊，台湾啊，新加坡啊，这个起码的功德，谢谢你们。我之所以要格西讲法，那从他们根本就不用看书，他自然就可以把
佛法的那种甚深的道理，正知正见的讲得很清楚啊，这是我们非常佩服的地方。所以我想各位对佛教的次第啊，从解脱道乃至从人天福报到解脱道到菩萨道乃至修密乘的方法，如果这些理论次第你都了解，你就不会偏哪一边啊。因为我们在台湾就很容易看到这个偏持戒，那个偏禅宗，那个偏念佛，那个偏密宗，连学密宗也要偏密宗，这样啊？为什么？因为他就是没有一个对佛法整体的次第的了解啊。所以我想，我们以前刚出家，师父都要我们读论啊，你要把这些理论了解，包括大智度论，那你对佛教有一个整体的了解，那你再回头来看经典或是各种法门，你就能够了解。不然呢，我们很容易去用自己肤浅的想法去批评别人的方法等等等等，而造成了偏见啊，甚至邪见，这是台湾好像很容易发生的啊。所以那对藏传佛教它没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他们理论通通很圆满啊，所以不会对任何法门对错它分得很清楚啊，最多是个人的欲望跟想法问题啊。对法，人家在放生，人家在烟供，人家拜佛，人家灌经法，人家往生净土啊，这个非常清楚啊。对南传佛教理论非常了解，这是理论上的了解。当然了，实修那是要看个人的啊。南传佛教的实修、大乘佛教的实修、密乘的实修，要怎么去实修啊？当然，实修不是光闭关啊。特别讲大乘佛教，实修是面对众生的才叫实啊。面对众生，那就像各位你照顾病人，那个时候医院医生护士所表现出来的是跟他学校理论根据的，然后他如何去帮助这个病人，跟他打针开刀啊。说我昨天在医院隔壁，因为在急诊室，还是说没病房，有一个年轻人得癌症，他妈妈也很穷，没办法把他送到医院，然后妈妈就走了。那这个人已经病得很痛苦，一下拉尿，一下叫，坐也坐不住，躺也因为痛苦，很可怜，很可怜啊。那这个时候，医生也要有耐心，护士也有耐心，排的床都是大小便，要替他换衣服，他也不听话啊。那我坐在那边，我觉得哇，真苦，真苦啊。我们心里求他赶快舍报，第二个一直功德回向给他啊，希望他舍报以后脱离这个轮回的痛苦，至少升天或往生净土。所以用各种的方法，所以这个实修就是你必须要面对众生，你才能够把佛法用在生命上面啊。所以我想各位面对痛苦啊，面对众生，那我们来用佛法，那个就是一种实修最好的方法。好，那现在大家慈悲来供养色拉且，然后呢，那如果你要登记为功德主的最好啊，你可以写在你的红包上面你的中文你要供养什么，然后他们还会帮你翻成英文，因为要功德主他们收集好放在餐厅共修的地方，每天每天回向。今天一样，我用我母亲的名字啊，5万块供养医疗，5万块供养生协啊。今天还有放鸡啊，我用我母亲的名字放鸡，500只鸡已经来了啊，1只200块，10万元啊，希望减低任何生病的痛苦。这因为我妈妈以前是杀鸡啊，磨多啊，救鸡啊，尽量做好。大家愿意护持的，像我是每天都护持啊，不是说我昨天护持过了，特别今天不一样。来，10亿倍功德，观音菩萨加持，八关斋戒，增上功德啊！今天是个大增上功德啊，所以利用这个增上功德，大家多供灯啊，多供水啊，多发愿啊，啊，这样来做更圆满。好，各位就可以开始供养啊，那你就红包放了就好。那现在他们供水供灯。
那他们继续把灯点好了，所以我们在随喜一次功德，特别放生的时候啊，然后多观想供水，所以从开始供水到今天，他们已经供了250多万的水，从点灯到今天已经点了1650多万的灯啊，我们都随喜啊，从做烟供施食以来，已经做了42000多次的国际烟供施食，各种功德啊，包括几万场的放生护身，我们都随喜来，随有八德啊，200多万供水功德，供养十方佛，化为功德水，消除恶业，六道清凉，恶鬼升天，海鲜水产离苦，众生消业障，人类得福报。嗡阿吽，嗡阿吽，嗡阿吽，燃起佛前灯，1652万菩提心灯功德，灭除心头火，愿此大智慧光，照破众生无明。嗡班扎阿罗伽耶吽，嗡班扎阿罗伽耶吽，嗡班扎阿罗伽耶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嗡嘛呢叭咪吽。啊，所以各位你要随时观想，观想啊，几百万杯的水，啊，几千万盏的灯，啊。最好怎么观想？整个世界都变成灯了啊，像无量无边啊。那你观想水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成清净的水啊，这样观想啊。当我们在救护生命的时候，所有世界的动物，不分四只脚、两只脚，都得到救护，都到了啊护生缘的极乐世界，将来能够到佛的净土世界，这样要这样观想啊。而我们做烟供的食物的时候，供养所有诸佛都得到供养，所有六道有情，特别恶鬼道，得到了无量无边的甘露，他们马上脱离轮回，升天升净土，要这样观想，要让我们的内心里面充满了啊这种法喜。所以再念一下：心如黄金，身如乞丐啊，你内心充满菩提心。啊，这个世间没有享受，像乞丐，你都活得很快乐。啊，如果你内心没有菩提心啊，你的身体就想要去追求世间的享受、欲望、金钱，啊，因为你内心里面痛苦嘛。啊，就像一个女孩子，她想要去谈恋爱，她没有得到恋爱，她很痛苦。那一个有修行的人，有菩提心，她根本不会去追求男性、女性，啊，她不想要去追求这个。所以他内心只想的啊，怎么样去帮助众生？所以要让我们整个世界都变成净土啊，吹到风啊，观音菩萨加持；晒到太阳，不动佛加持啊；下到雨，我观音菩萨加持。那各位，你要这样来转念，转念啊，以及一切看到别人生病啊，我们用所有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生病苦者。皆得离苦得乐啊，所以观想到他们的身体变药师佛的琉璃光啊，这个琉璃就代表无病苦的状态，所以药师佛希望大家身如琉璃啊，衣食无缺啊，啊，正知正见，发菩提心，上品往生，那也就是说，你念药师法门的时候，每个牌位都是变成这样啊，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所有的往生者都变成阿弥陀佛的身相。所有的世界，他们当下就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所以修学佛法，就把不清净转为清净，把痛苦转为极乐。那你要时时刻刻懂得转化啊，那这个转化也真的是在帮助对方。一切法唯心造，所以可不可以转化对方？可以啊。所以我们精进念佛啊，诵经啊，所以就希望能够转化。转化我们的心，你才可以转化众生的心态。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得到转化，啊，我们还在贪嗔痴分别的状态，
那我们怎么引导对方发菩提心呢？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雷杰用他的忍辱慈悲而感动了我们，感动了我们，所以我们还有一点点善根在末法，愿意学佛，愿意学佛，愿意吃素啊。但是我们不能让自己随时又起烦恼啊。有些人平常看起来蛮慈悲的，那发飙的时候像夜罗刹啊，讲话又不好听，就是他告诉你说你不用让我生气哦。啊，你让我生气，我管你是谁哦，师父照骂哦，啊，那这个就很恐怖了，因为他内心里面没有真实转化，他只是在表面上，啊，人家会怕他，这样不好，啊，就像一个女生跟你说，如果你不要我，我要自杀，哎呀，这个男生会花气啊，啊，你用死来威胁爱情哦，哇，那这没有情可谈了，啊，那是一种恐怖啊。但是人一生气啊，什么话都讲得出来。那重点是你不能生气啊，你不能起欲望，所以要用尽各种方法去转化这个世间。但是如果你内心贪嗔痴啊，行为上也这些不好，你马上就像一个人没穿衣服走来走去，很难看，也会影响别人啊。所以我们要时时刻知道哦，缘起性空啊。我时时刻刻在影响别人，我时时刻刻在影响众生，所以走路、开车、讲话、处理任何事情都要很小心。你不能说我存好心，结果衣服穿得很难看，啊，那这也不行。哪一个佛菩萨不庄严呢？啊，因为佛菩萨知道众生会从你的外表去影响到对方的心态，啊，所以各位你必须重视你的外表。啊，所以各位，你多跟自己拍个照，看你的眼睛是三角眼还是四角眼，啊，因为你的心态不好，眼神就不好，啊，虽然你现在没有在生气，但是你的眼睛里面就有杀气，这样了解吗？啊，虽然你现在没有欲望，但是你的低格拉好色眼就跑出来了，这不分男生女生，一看就知道，啊，所以你要看看你的皮肤。你的皮肤是那种婴儿的单纯相，还是菩萨的发光相，还是邋遢啊，还是一种业障的皮肤相？所以我很喜欢接近老和尚，这些修行者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他们修行的经验了啊。所以在他们面前就不用虚伪啊。所以老和尚也会直接给讲：“哎呀，你什么问题啊？你这一点你要小心。”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老师，是很可怜的人，自以为是。用自己的想法在做事，所以修学佛法最重要的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这些恶友或许你有钱，他逢迎巴结你，你活得很快乐，事实上他在害你啊！他对你这么好，一直称赞你，你很高兴，事实上是在称赞你的钱呢啊！所以在称赞你的外表那种欲望啊！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学佛了，用心去看众生，不要用外表啊。那我们的外表谁都会有业报，各有各的业报，生老病死。但是我们守护的是这一颗菩提心。那菩提心是什么？念一下：深信因果，有空性出离心，有平等大悲心，愿成佛菩提心。那你要让别人感受到你有没有菩提心啊？所以我想上回有一个出家人来问我，海涛法师，你会看相吗？你看我修了怎么样啊？我说你都没修啊，这样而已 啊修行不用看相，你有修你就有修行人的味道，了解吗？有钱人有有钱人的味道，穷人也是穷人的味道，对不对？读书人有读书人的味道，没读书就是没读书的味道，你怎么骗人呢？啊，修行有修行的味道，这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形容的，那这个是一种累积啊，积累之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你自然有福报，自然有智慧，自然有悲心，这没办法，谁去假装呢？骗不了太久了，所以在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时时刻刻，各位最好每天就像手八万斋戒一样啊，外以八支，内以六念。还要保持一个养成那个习惯，
啊，所以艺人有艺人的味道，对不对？所以不管他做什么行业，因为他熏习久了，这个叫习性。所以菩萨不能有个性，不能有习性。如果你有个性习性，代表你没有修。从一开始到后来都是这个习性的话，都是那个动作的话，都是那个讲话的语气的话，同样犯同样的过失的话，那这跟出家在家没关系的，因为你佛法对你没用啊。就像世间人说啊，你哪个天你不加油啊，不消烟嘛，啊，因为你的内心里面还是那个状态，所以你就必须打肿脸充胖子。哎，我出家比你久哦，嘿，我拜佛比你久哦，啊，你必须强调自己这些，那代表你没有修行了。啊，所以我师父说，不要告诉人家你修行几年、出家几年，因为你要讲这个的时候，那就代表你要提升你自己啊，自赞，甚至你可能会伤害到别人，毁他。做生意还不得不如此，对不对？做生意是一种私利的动机，骗也要把对方骗好啊，因为你才可以赚到这个钱。但是我们佛教徒不能用世间的方法。一切随缘啊，就像有人有一次在批评我，海涛法师，你为什么袋子上面都你的相片啊？另外一位法师就讲，我都静静的，我也不太会解释。我说随缘嘛，因为可能就是他们喜欢嘛。啊，另外一位法师说，人家是自然的，你要批评人家。我说你讲的还有一点道理，对不对？海涛法师有名，人家不是追求来的，人家是自然的啊。那有些人你必须要打广告，那也没办法了。当然我都会接受批评的，到底我是自然的还是我是攀缘来的，这只有我自己心里知道啊。如果我是攀缘来的，我的动机是为什么，那你要去评估啊。所以我想各位要时时刻刻用法来管你自己的心。那如果你管不了你自己，你一定要请别人管你，不然你就会放逸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有佛菩萨管你，一定要有上师法师管你。如果你没有，我就发觉很可怜。所以我经常，我有跟很多修行的部分在家出家说，你师父是谁啊？那你对师父的看法怎样？你是依止他？什么叫皈依呢？就是把整个身心生命依止三宝的教戒啊。那你要这样去做，那你就不会有烦恼习气的问题。就像我们守八关斋戒，乖乖的守戒，按照六念法去修，而且真实很认真，点灯也好，供水也好，你已经养成很认真的习惯。我发觉很多人不容易啊，他就不认真啊，然后他就我有事情，反正我有很多事情，他永远不专心，因为他永远没有一样事情专心啊。你要念你就认真念，你要忙你就可以忙，你不能把两个事情放在一起。那特别义工菩萨，我常给他讲，啊，不专心，那对你没帮助，因为我们大家在进步啊，你个人没进步，那很可惜哦，啊，所以各位一定要很认真，从你的身心表达出来，你在进步，写字在进步啊，做事在进步啊，待人处事在进步啊，智慧心态在进步啊，因为你很认真。如果你没有很认真，啊，比如说各位坐在这边，你是为了等一下跟我借钱呢，还是我们摄影机拍到你，你就坐前面一点？你从来就没有用，因为你的动机是错的。啊，那如果你的动机是我是来听法的，我要来实践的，那你就没有这个问题。不然的话，因为你一开始动机错，那就会全盘都没有用了。所以这一点你要一直分析你自己，到底你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啊？所以世间人他有他私人的动机，他必须要这么做。那佛教的动机呢，那叫我们要调伏自己啊，消化自我，要有空性，要有平等的悲心，要有承担你来参加法会，这现场所有人的生老病死责任，现世的福报都要靠你了，要承担。就像跟我们刚刚供养色拉切，人家问我为什么你要供养色拉切，我说我每一个都供养，但是既然我要供养他们的所有的上上下下都是我的责任，从生到死，从吃饭到走路
都是我个人的责任，这样而已。你要有这个承担的心态，不管你去护持谁，不管你去做什么，你照顾一个护生员，或是各位你把鸡放在这边，你把羊放在这边，那各位你要承担，那你才得到整个护生员的功德。你不是说我把鸡放在这边哦，然后就随喜，我做了这些，我很高兴，我有功德，但是你得到的功德就少。但是你把整个护生员都成为你的，放在你心里面。虽然我们没这么多钱啊，要靠了大家的力量，但是你的心态是圆满的啊，不是跟那些鸡玩一玩，那些羊玩一玩就跑掉了，跟那些狗玩一玩就跑掉了啊，那这样对你来讲帮助就不大啊。所以你要整个的一级一切，比如说我早上讲对你妈妈怎么样，对你父亲怎么样，对你所爱的那只狗怎么样，你要对所有的众生都平等，那还有一点道理，代表你真实发起菩提心了啊。所以最近有人跟我说他家宠物生病，我第一个就问他，你是让他吃肉还吃素？吃肉那没办法了，他保证他生病了啊，所以那没办法了，因为你没有悲心了，就很难谈真理了啊。所以我都跟他们讲，我们都做素的给人家吃了，这样减低他一点点生病，也不见得说他吃素就不会生病了，但至少他就比较少一点点痛苦啊。那你给他吃肉，你不平等啊？你对你狗那么好，对你的宠物那么好，但是你为什么对被他吃的不好？所以佛陀就跟我们讲啊，因为你吃了肉，你就保证没有悲心，连种子都没有，那没有悲心就不是佛法了啊，那不是佛法就。就要小心了，所以我想各位在这一点，不见得吃素的代表好，对不对？那吃素只是一个至少一个表现，一个愿意关心众生的一个表现。真正的表现是在你内心里面，是不是去利用众生？就像我是出家人，我经常问自己，我会不会去利用信徒来满足我的生活上的或知名度的需要？我必须一直提醒这个。但是事实上这个末法你会看到很多出家人修行，他是为了利用信徒，信徒成为他的工具，给我钱，给我知名度，然后呢让我的庙越大，让我的知名度越高啊。就像一个医生，就像我们喜欢去跑监狱，典狱长跟我说，同样是出家人到监狱，有些是利用我们监狱在外面打他的知名度，甚至用这个来募款，他就不欢迎。哎呦，他跟我讲得很直哦啊，他问我是不是这种人，那我说我没有这个想法。但是典狱长好好观察，典狱长你这个观察是对的，我随喜你啊，因为对监狱里面受刑人，你不能跟他玩假的，对他们也没帮助。如果你跟他玩假了，还跟他们一起卖毒啊，还一直想办法怎么办啊，那也不行。那有些人是玩感情，那也不行啊，那特别只关心某一个。在监狱里面摸几个人，然后跟他家里联络，这个也不行，这个会弄出问题来的。虽然你没有坏心，但是你有一种执着也不行。所以我想我们修行，各位要时时刻刻在面对境界的时候，一直检讨你的心态。那心态错可以错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再来你再错，那你就不可能改了，你就说不好啊，这些不够啊，没法度啊，Q 杠 啊！如果我们一个人修行被抛弃了，那很可怜啊。所以我经常问人家：“你有师父吗？”啊，那你师父是谁呢？你有没有依教奉行啊？对不对？你不能说这个世间没师父啊！啊，那你师父对你严格吗？你有没有依教奉行啊？因为没有依教奉行，那当然你要调伏我执就很困难。因为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想法来解释佛法，来解释世间的，那就不对。所以偏偏佛教要我们消除我执，你不能用你自己的想法，你只能用佛陀的，用经典的，用善知识的啊，这种空性大悲来处理事情，来面对事情。虽然我们按照佛法，但是因缘上还是要随缘，也不见得佛法就会让你我一切过得很好，都不用生病，都没有障碍，不可能的。就像我们小小一个放生，各位障碍大不大？
那这很简单的道理，你要做烟供，人家也可以打电话叫警察来啊。你要念经念很大声，人家也告你有些问题啊。你不能说我念经呢，住我隔壁他谢谢我，他就给我告警察。你讲这个话，你就不懂世间法。这个是末法，这边又不是极乐世界啊。你做对，人家还要误会你，但是你能够理解，不会怪对方，你要尊敬、尊重对方的感受。所以这一点，就像我在讲话一样，我在讲话一分钟一分钟，七分钟七分钟，我自己都要算好，我不能说想讲就讲久一点，不想讲就不讲，要看情况。这个时候各位还蛮专心的，没什么太阳，没几个在睡觉，赶快讲。啊，等一下太阳来了又开始打瞌睡，赶快做烟供啊啊，而不是说像有些人你跟他聊天，吼，你给我们挂掉，吼，可不可以给他切掉？啊，这话讲太多，三句话就好了，他要讲十句话，很啰嗦。啊，所以讲话没有水龙头都不关的，对。所以各位，这个你要分析什么时间最恰当的点做什么事情，你要一直，你要成为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别人看你就知道。特别你要同理大众，一切无碍，你整个比做总统还有能力。总统就是总统一切，对不对？那不是同理大众吗？啊，所以你要做一个菩萨，菩萨就是要同理大众的，增加你的影响力。那你这些美美嘎嘎，这很多的善巧方便，你的观察力要很细。如果你平常会发作、会生气的，啊，平常太保守的、孤僻的，那你都没办法，因为孤僻也是一种个性，啊。我不喜欢你在一起没有压力，啊，那我们跟他谈话只有佛法，不是压力。人要做到被欢迎啊，啊，而不是说哇，海涛法师又来了，我应付他一下，啊，给麻烦了，给啰嗦，啊，因为海涛法师来了，所以我每次去到别人的地方，我每天都在跑别人的地方，我一直很耿耿。你要我待两天，我绝对不待三天。啊，我明明知道你已经有一点厌烦了，我就说啊，有人找我，明明我没事干，一个人坐在那边等，我也不愿意让人家多一分钟麻烦。啊，这一点你要会拿捏得很好啊。啊，以前年轻在交朋友，对方已经一听就知道对方对我没意思的，我马上主动阿弥陀佛走了。你不要再跟他讲烦了，明天我们继续约会，人家已经很烦你了，你还约什么会？那这些各位你不会观察，那你就会很痛苦啊！你不爱我，当初你说你很爱我的，那废话，人家你还对方讲难听的说，我就是很恨你啊！你要知难而退，所以各位这种叫他心通啊！啊，当然还有一种就是说，虽然我没有干扰对方，但是你的行住坐卧干扰对方，了解吗？啊，就像各位有时候坐在那边，有时候你到前面看，有些人的脚开开了。你干嘛？啊，那有些翘着二郎腿，人家在摄影机那里翘二郎腿，穿个海青翘二郎腿，啊，哎呀，有些是功德主嘛，功德主人家要坐前面，他就翘二郎腿嘛，啊，讲到佛法他就睡觉嘛，这样，希望他起来讲话，他精神才来嘛，啊，那这种情况就他不了解佛法，啊，不了解佛法，那你叫他坐在最前面，那就是伤害他，因为他不懂佛教，他书放哪里不知道，他脚怎么翘不知道，对不对？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法，他还在讲电话，讲得比我大声，这样，啊，因为讲电话嘛要大声，所以这个就知道啊，这个人没有在修行，有礼貌的，哎呦，电话来了，不得不赶快跑到后面去，对不对？那这个也对他不好，但是有时候他真的有急事，他不得不。就像我妈妈，我平常晚上一定关机的，但是我妈妈在病房，我24小时要开机啊，对不对？一个电话怎么办？然后呢，我还要告诉我哥哥，如果你打我找不到，你帮我找秘书，随时是随时的啊。然后秘书找不到，照着我有3个人，一定我要接到这个讯息，因为有重要事情了。那这个东西你不能说啊，拍谁呢？那时我没开手机呢。啊，空气啊！那你有一次这种习性，以后人家不相信你，这个事情不能交给他。我明明交给他10万，他说20万呢。啊，我明明交代他去买一个小东西，他小东西都忘了，你还讲大东西。啊，
因为他没有保持正念。所以各位，你要从这个去分析自己，你要从别人、你的朋友告诉你，你看我是什么人啊？那如果一个人没朋友，那不用跟他谈了，因为这个人没有在修行，没有朋友，每天来一个来一个去，这样他怎么修行呢？啊，修行一定要有朋友，然后人家告诉你要怎么办。那朋友不是一种依赖，而是他跟谁都可以和和，互相督促。所以修行很难，如果你做老大了就很难了。哎，我是会长，我是联络人，我是园长，这些人要么就快速成佛，要么就快速下去。为什么？因为他骄傲了，我是园长，我是会长，我是董事长，那怎么办？所以释迦牟尼佛说，当你要做一个核心人物，如果你没有深信因果或空性，保证下地狱，因为你会为所欲为。啊，这个为所欲为，就像各位看到媒体的这几个国家领导人，有一些啊在外国的，你看这个是不合理，你们动不动可以杀人，对不对？动不动可以骂人，啊，贪污，那这个大家就觉得这个不适合做。但是偏偏这种事情全世界都知道了，因为现在的媒体，它可以让你马上知道某一个国家又发生什么事情了，有没有道理这样。所以当我们看到世界有这些现象，那你要想你自己，你也是一个核心人物，在你家里，在你的社会圈里面，那你给人家的印象是什么啊？所以我想修学佛法必须要从我们的人格发展而去影响别人。所以我师父说，不见得每个人都可以拿麦克风哦。啊，我师公跟给我特别交代哦，啊，你电视上请任何人讲法，出家在家皆可哦，但是你要负责任啊。就像我师公以前办佛学院，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来讲法的啊。书读很多不见得可以讲法，所以知识分子跟修行人呢是两回事。所以我想各位，我讲这些就是说，为了要利益众生、影响众生，我们要时时刻刻跟认真的注意自己的身口意，戒律威仪发心，你要拉得很紧。你拉得很紧，因缘自然成熟。因缘自然成熟，哇！别人来跟你求法，公司团体、社会团体来跟你求法，这样可以啊，因为你身上有法。他透过侧面的了解去了解哦，他来求法，那这样我们呢去布施法，无所求的可以，那让对方更佩服你，更佩服你。就像我们在海外每次写牌位免费哦，真的还假的？免费有用吗？连免费都变成很虚，我们是司空见惯了，对不对？以后海涛法师说写牌位100啊，中间大牌位10000啊，你们就把我丢石头了啊，哦，怎么会这样？但是在这个末法五浊恶世，你没有收钱，他说这个没用，对吧？啊，你要讲说不用收钱，他还觉得你怪怪的，对吧？颠倒了，啊！但是慢慢的要去影响他们呢。我们做个比喻好了，今天你排位给人家收100块，请问有超度的能力吗？就没有。超度是一种悲心动机，如果你没有悲心动机，你10分钟念一遍地藏经，一个钟头念6遍地藏经，很厉害，也超度不了对方。因为你的动机是钱，那你念地藏经再怎么好的经典，对你也没用。你的动机是慈悲，你送地藏经要念一天才念完，因为你口急，但是那个力量很大啊。哪怕你光念阿弥陀佛都可以超度对方。所以我想我们在行菩萨道，不分在家出家，超度对方。特别各位在做烟供，有些人自己在做烟供，那你要问问自己超度多少啊？并不是我们在乎，而是说你要去把杯也好，我有没有超度到对方，我有没有每天超度的力量，明天比今天好，后天，因为我们就是要帮助众生，众生无量无边在受苦，我们都希望的地狱都空掉，恶鬼道都空掉，所以你要了解，所以你了解了，你会成正比的去调整自己的动机心态。
所以各位今天守八关斋戒跟昨天做烟供功德完全不一样。再来，今天又有观音菩萨的功德殊胜加持，又有十斋日的加持，那又不一样。那这些你要去思维，你要自己用什么宝贝，像我都会，我每一次超度我都会，我去了解，用我的方法，我今天为什么超度多一点，我今天为什么超度少，今天有八关斋戒跟没八关斋戒，今天有哪一个加持跟没那个加持，今天大众的发心，我们要去检讨，要进步，品质要进步。所以那这些就是思维佛法，思维众生苦，如何让众生更快乐，我们要放生要让他更快乐，我们要超度要让他离苦，那如何达到那个效果，这样对自己对众生才有帮助，所以各位听我这样讲，我们做法师的比较苦啊，谢谢量谢谢量，你要懂得反省你自己，你就可以进步。所以什么叫菩萨种性，菩萨种性就是没有看经典，就算没有碰到法师，他的身口意就能够自我调整的人，这个叫菩萨种性，菩萨种性他就时时刻刻在检点自己的，但是他不知道怎么利益众生，因为他但是哪一天他听闻佛法了，他马上哦，原来如此，也就是说他从小他就不会故意去伤害别人的，可能他会去喝酒打麻将，这是世间人的习性，他被影响了，但是他那个种性还在，他不会故意想要去伤害别人，就像各位结婚了，今天有外遇来找你，你不会吵，因为这个对不起我先生，对不起我太太，我不想这么做，这个叫菩萨种性，因为你本来就有那个善根，因为我不想要去破坏到第三者。所以那同样的，各位在修行，在没有佛法的时候，乃至现在已经有佛法了，某一些事情你做得怎么样，要去了解。那如果自己知道自己经常会出问题，那你要很严格的去医治善知识，然后叫人家用藤条打你才有用，不然你这个很难改的。爱钱的永远爱钱，爱名的永远爱名，爱睡觉的永远爱睡觉，不容易改的，所以这样以后就没有进步的空间，因为为了要度众生，你不进步众生就难度，你越进步就像光越来越强，黑暗就越来越消除，那我们必须让自己不停的发光，不然的话众生都在无明里面，所以我们借过点灯，借过开智慧，借过种种的功德，想要来帮助众生。好，大家休息，阿弥陀佛。有佛法就有办法，像有太阳有空气一样，生命电视台的存在对于这个世间对痛苦的众生是那么重要，所以希望大家多收看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将佛陀的教法深深地去思维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海涛法师弘法行程，12月18号星期一至12月22号星期五，新加坡弘法行程。12月20号星期三下午4点至9点，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佛法讲座。12月21号星期四，南安尊王千秋下午2点至10点，新加坡金鹰堂红帽连桥和庙大蒙山施食超度法会。12月22号星期五，新加坡竹林寺法务中心下午3点
主题以大悲心立生。晚上七点，主题观音菩萨的加持。12月24号星期日至1月1号星期一，马来西亚弘法行程。12月23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马来西亚新山 SAF 帆船俱乐部慈悲放生活动。12月24号星期日下午2点，马来西亚新山慈悲协会洒净。晚上7点，新山柔佛在野大马礼堂佛法开示，讲题幸福与快乐。12月25号星期一，念药师琉璃光如来持斋除罪30节，上午9点，马来西亚新山柔佛在野大马礼堂八关斋戒。12月27号星期三，上午9点，马来西亚富恩园风水墓园山庄慈悲施食超度法会。晚上7点，八瞻佛学会佛法讲座，讲题如何快乐的学佛。12月29号星期五上午11点，马来西亚九洞老人院，老人院派红包及简短开示。下午4点，霹雳观音洞放生、火供、点灯与药供法会。12月30号星期六上午10点，马来西亚曼荣净宗学会礼堂佛法开示暨慈悲施食超度法会及码头放生。12月31号星期日，念贤节千佛持斋除罪1000节，马来西亚吉隆坡海涛法师生命基金会岁末祈福超度大法会。敬请十方大德踊跃前往参加。阿弥陀佛。生命电视板桥悲愿讲堂举办传授菩萨戒法会，恭请海涛法师、郑勇法师、郑严法师、郑乐法师、郑石法师共同主法。日期1月13号星期六至1月14号星期日，每日上午8点半开始。地点板桥悲愿讲堂，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联络电话02-2951-0355，02-2951-0355，上午7点半于捷运江子翠三号出口备有接驳车。生命电视板桥悲愿讲堂举办祈请尊师恒常住世暨全球消灾祈福白度母长寿法会，恭请祖古洛桑尼玛仁波切及9位格西共同主法，慈悲的海涛法师全程参加。日期1月15号星期一上午10点，地点板桥悲愿讲堂，地址新北市板桥区中山路2段581号，联络电话02-2951-0355，02-2951-0355，上午9点于捷运江子翠三号出口备有接驳车。悲喜舍戒。